了熊熊，开车撞到妈妈。不是这样，被撞之前你自己晕了过去。妈妈，一场意外宣告了他的未来。肿瘤吗？存活率并不算很高，可能会死吗？面对生活的压力，女儿的幸福，她和这个男人签订了结婚契约。你爱我们志勋吗？你脸上写的可不是这样。我这辈子都在拖累我儿子。夫人要是死了，那我也会死。只要能守护恩心，别说肝了，我连心脏都能交出来。只有夫人活，我才能活。我求你了，夫人。9月19号晚间10点，结婚契约。